Oh,
们记得来平安。我想说我想今天想给大家去做一个果现在。
比较多，但是有些是限期哈，机构给预期压缩的，那个是按照预期压。有段来，我会段上段英文，打
当时要我爱带后地，我爱带两件歌，也无爱带鞋甲碗啊。因为江南的音质是应当的。随着恁无论进多一个城，多一组，多一庄，要探听迄个是谁是好人，就带伫伊个家，一带到走的时候阵阵。进伊个家去，一请伊啊。十三阵，迄个家若配伊平安，恁所求的平安就必临到迄个家；若无配伊，恁所求的平安乃归恁十四阵。凡无接待你、无听你的话的人，恁离开迄个家，也是迄个城市，就把脚掌的土沾落去。我实在甲你讲，当心换日子，做个嘛都做不了，所收的迄个城太容易碎。耶稣找彼十二个人，煞吩咐伊讲：外邦的路袂去行，撒玛利亚人的城袂去入。第六节。较好着去救过以色列的许多羊。第七节，行的时着传讲天国近啊。第八节。以后有病，我死的好啊，我太多的亲戚、官贵，你白白得着，着白白好人。第九节，你的腰肚内拢无拢唔含有金有铜。第九节，罗利亚都有当兵，我的兵连三，我的军队，你看下你们这个官兵，他们的地位也领先。恁所立的无论什么城、什么乡里，就探听其中是谁，谁会抗旨，就点击，也到离开的时。入迄个厝，就无大意请安。十三节，迄个厝若会抗旨，就予因，予恁，予恁的平安点击伊。那无抗旨。我立的平安，为的令。这是在。你若接纳恁，不听恁的话，出迄个厝、迄个城的时，就搬去恁家里的土阮。我实在甲你讲，当初买的，说到马街无无了的所在，恁迄个城又较紧当当。有看，那些人查的，看看你吼，比如现在台湾人家会改爱情，大家查吼，会知伊做伊是要甲咱台是随行随团吼，各配各顾家，各有关系。平安，平安，我也欢喜在遮上大家礼拜。啊，咱话说拄啊，读了真解意哦。遮个啊，汉字发音的圣经吼，咱才知讲哦，以前我讲唔着啊，咱遮以前都是用遮礼拜啦，才知讲原来咱两人圣经好有道理，无人甲我讲假话。所以用汉字念咱字啊，起来嘛相当困难。啊，看新的圣经嘛，拢用即款的版本真多。啊，特别关键，啊，用讲伊的道教话，嘛常常用即款的。啊，啊，汝着思维啦，咱拢了到平平抓吼，啊，实在是无简单啦吼。啊，咱今仔日讲着说，虽行虽传，讲虽讲不了。这个水行水传，意思就是讲，啊，你行到倒位啊，你传到倒位啊，你传啥，传天国分量。这就是咱今年的目标，咱一心一意，爱分对处。一心一意爱分对处，但是你啊，咱是从来到会的时阵，耶稣把十二星已经照起来，哇，这十二星吼，
实在是歹找，因为这个国家人放屁，伊会打散，放屁伊会生气，放屁伊会讨厌，会阿姨，阿来就对阿叔，阿叔好困难，所以阿叔买放进大肠胃啦吼。讲你若安尼烦恼，你何死啦？你烦恼何死啦？这句话的意思讲，会死的人，咱大部分是肉体，其实你搁较食得过烧，早晚拢爱死啦吼。啊，即款你死的人，你关心遐会死的人，死人你烦恼死人。所以，伊耶稣初代到的，就这条命小短命是。阿爸阿随行随传，讲平无困扰，到处真困难。迄个困难吼，我无用咱今仔日就袂叫来思考，因为了解困难，一定比今仔日咱所遇到更加困难。你遐想诶，咱到底讲诶故事是两千年前诶故事呢？毋是昨，也毋是昨日，咱今仔日台湾。实在各方面，伊个即个生活能力拢袂歹。以前我甲师傅咧，咱保险时，我伫公司落到下礼拜时，拢较做油品，油品就是不做那么大，只好待伫大众方面落落手。啊，伫遐看我下礼拜了是拢会穿着点心，较真侪油品，下礼拜。正是个啊，有时啊是哦，啊米粉啦吼，啊有时啊是哦，花面是，有时啊买花小肉汤、玉米那个花面汤啦吼，啊那大米有时啊哦，青草还是什么叶豆汤，哎你莫看哦，对咱来讲是一个小小的点心，但是对油面来讲，香菜一直加，一路都，安尼都过一顿啦吼，啊遐种真多的油面。啊，不少你人看，电视人看真济，伊咱咱代表哦，说咱中国上大社会，然后有四弟，即个银行卡，哦，四弟迄个，今年都我们就是人事到来，各位的国家，都庆祝这一块，暗时因用转八十台的吼，是啊，啊我就有一条基金，专门请律师甲标好，去甲暗时啊吼，第二天变来输。最后，在后面人真正了啥，啊，就给伊一挂面包啦，一挂烧的汤吼，啊，这是已经咧到第二摆，今年已经有年会，就是高速的部署，而且设立到第二期的准备都啊四年吼，啊，真紧，啊，四年中间就改变咧，起码吹袂着油面啊，起码吹无咧，吹无关你做咧。该就业辅导会议啊，然后大家过来，就是有好的社会制度，社会局有加办法，社会局已经设立真多点，遐点就是来该辅导会议遐，然后该找工作，啊，无通只是游玩，有迄个说恩友之家哦，去挂迄个游民，迄、那个。啊，迄个你植物啊，你植物，你拢加工有做读书啦吼，因为伊是摆来告牌，啊，伫个告牌内底，你若是真正心寒伊了嘞，无去无会变反倒做读书嘞，袂使做读书，所以伊家己讲伊有做你植物，哦，即属读书啦吼，啊，即有人会认真啦，不过伊是专代嘛，这么真侪即种个流行嘞，啊，中年之家。其他很多啊，跟地头这些夫，至少一天拢要有一摆以上热食，热食就是有烧的饭、便当，还是讲啥？啊，以前就是以大中大中要求校医那个三十几年吼，我们四十年哦，大中这个学校内底拢有营养午餐，只要营养午餐的衣服，叫人吼做便当来喂。啊，做便当来，或者咧读读册囡仔，也是你也知影，拢系每一个无同款的餐吼，无同款的公司送也好，啊是无同款地方啊单位送来。你爱平常我留一个，留一个便当，便当，便当盒要创啥？就是咧，放咧白天后发现食品
用到的，哦，有人请了老师傅啦，好有耶，去病院去检查吊电梯吼，到去做电电工都已经公司做，啊，你拢爱有迄个老多病过来滴，啊，扛三工，哦，扛三工过，请来囡仔我无发生问题吼，啊，来淘汰，啊，淘汰了淘汰了，叫大家电工电梯结果都做对，你看。向上是也够足侪方面，所以你不是单纯个结掉对啦，对你个校来讲，预算真侪是国立的啦吼，国立台中加商，哦，环境问题啦，即马过做完全中学类似这样子，即马不管上高个啦，啊，啥物家境高个啦，拢总会使考大学，袂像以前拢啊，职校会使考大学，无同啊，哦，所以好啊，好赢人囡仔，哦，啊，马路也不侪。但是我受过的东西，老师我话就唔当，所以我做结果的吼，我后来呢，这个结果呢，很多都搞我来结，啊，我培养结果，我曾经跟爸爸的吼，哦，都快拆掉嘞，这真正是出道的，我都快拆掉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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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现在现在咱款普通一条都快拆袂满，哦，所以有些人呢，更加呢，结果好，但是我比已经上低，哦，这个啊，理植物。即款，但讲说社会结构啦吼，啊，你讲伊是到位，讲是真正到位，迄是社会有人有做，但是伊有伫遐带伊结构礼拜，吼，伫遐带伊啊，养生的，所以礼拜吼，到他最后在台中市长林佳龙选举的时，伊最后做到的遐代志，就是伊最后去应征的迄个礼拜，迄个天天一礼拜哦。来到这里，来跟我说有你收容所，啊，底下盖一点太太区太太廖婉如，就是奇美博物馆哦，今晚做副馆长，啊，首先是这里柯文荣也武功啊，官船用一颗一间这么大的台南奇美博物馆，最近奇美有人去看无？阿区的以前阿未去，阿未去做先排工，区的市面无老人去看过无？哦，阿你都在讲什么讲阿叔？哦，你你走得再看哦，啊，这个月要几钱啊？这个老公阿叔有放屁个？阿你又来阿就是哦，一箍，一箍就比阿官哦大人市政府哦，阿伊刚刚讲这是世代工作，世代这个工作是好到外口。马友友来到台湾，也切落迄大地来了哩。那无到好听，就爱去听甲收咯，甲借。哦，甲借迄个世代的来了哩，还是切落还是什么？哦，来这收藏西，看过六十多岁，不怕死，有贴心的人有愿意，甲这财产拢总一块过户。啊，我讲这個，你有甲你知影？咱今日在玩社会，嘛好也阿正想讲了好个，今日要讲，也好有人善个，想传下去呐，想去潮汕，拄我传是报纸看到，看不良的消息，有关也搁存在，所以阿叔知道，你迄个时阵，好不容易把这学生安尼考去，来对伊，真济人想要搁转，想要搁转去做伊个廿年的工课，也做丢掉的工课。也是咱看的，马太福音，这个是有用，就是咱讲做税管处的人吼，要做税管处的人，做人就不听的哦。谁人敢对税管处的人不听呢？因为迄个时代，马太以这个官会使甲政府包税金收入。哦，政府，甲你讲，你都这个月要摕十万块，我那有代表来讲，来听到有啦吼，十万块的税金哦。爱家己收获，去家己啊！你靠啊！你赚五万，你赚三万，哎，规天干两亿，一来一去最近做些人吼，唔知是两亿、五亿还是偌济，拢讲袂清楚对无？伊就是收这款人，他无伊个政府包十万多啊，但是出呢一来一去拢伊个，啊，伊话呢，真够来讲足钱吗？你们要提钱，哦哟。差不多是买蛋哦，买蛋糕这样的，是伊讲伊是官员，伊是特色，是税管处的人。哇，伊家都来收官，你唔敢无去无去？然
那博物院在哪里比赛呢？最大的环境这一关啦，我做出去，但是压缩偏偏用这关啦。你知影马台被压缩了，压缩卫星了，过50年哦，有的讲是70年哦，你过五遍等于新南加油给救出来。到底马台后面，伊下一个后面的时期，伊压缩死了50至70年，这种刚才下来呢？啊，你个情况，告诉你。住就二十岁啦，50年就70岁，啊，70年就90岁，这个人在70岁开始，以上发动真正好大写出这个变形，甲以前对牙说，迄年代故事写啊才清楚，会晓存罗马的关系，咱来想晓存文件，罗马政府是大汉比较好多，因大汉凊彩开一个。第二个王哦，这刘王，迄个刘王，就是使个姜生的大石头，阿起来，姜生的大石头啥奈，叫王起来，就是王阿来啦。迄王嘛惊敢，但是伊就是交着伊阿叔，不当的娶伊阿叔做一个兄弟，伫迄个时阵犯着罪啊。那才一朝干就睡，一朝干好说沙乐梅，啊，这个沙乐梅哦，经常跳舞，跟大家讲，万红的大姐讲，你呐跳舞完大家，我做官的也是哦，哇，一定想方法帮你，甚至哦，各国的状况，你说话的对我说话的各国的情况，我都没怀疑，为了一言既出，驷马难追，跳舞跳跳。会使提较高度的情况，那咱拢嘛要提着哦。我要话高度的情况，结果唔是呢，伊去问伊老母，小弟妈妈，啊，你甲王要求啥？伊讲要求你可给他洗个碗，伊加洗个碗是啥？是耶稣表明，迄个加洗个碗，伊个表明，那时阵已经足出名啦。但你讲的就是讲世界都有输啦哦，你。不带我们姜生的，迄个时阵的姜生的是我伫会堂内底照顾规划，迄个叫规划地下教育，也是中国足济传教士伫个遐，拢从唔单公开伫遐咧传道，拢是地下你知无？地下的传道，卖用遐物件，你嘛是死呢，不然当培养真个啊！哦，那可能好济，你甲我讲，你看遐弥勒皇帝无？Never 那个到来那个来两个修黑暗城市哈，我说 Never 那个修了，配合我们消大呢，消大嘛，我半会修多大，想来那个再来哦，可以再走哦，走的时候跟丢哦，那切好的时候照顾下死的，哦，再有那七年去，刚才代表你说赶快听听懂懂听听懂懂，不管你养鸡做去，但也别想糟蹋它呢。请问你若话离婚，通牒你会安怎？所以迄个时阵，咱系未使有救世主啊！但是迄个救世主对古约时代的人讲明讲，公道打来，你唔知啥呢？有人讲啊，不能不行，迄个亚瑟的约翰。所以亚瑟的约翰，伊拄着耶稣时，两条改变，伊要改变，伊讲。我不会来偷耳朵。奇怪，闹谁讲？这出名的这读书，我们世界的人要都过来，你想看这个爱好是微信啊，你讲些变化的呢？但是，伊依然讲，伊不会改，伊这个标准的偷耳朵不会。尤其你讲些变的，耶稣话是叫，论的你讲些变，天会有声就有声。这是我所听的听，哇！伊啊，亚瑟的话唔敢讲开嘛，伊迄中间又叫人去问哦，亚瑟的话真内疚嘛，真小心哦，叫人去问亚瑟哦，迄个表示以前预言预言的来的，哦，因为主古有以来都有预言，是真的。亚瑟嘛，没有没有没有，阿哥哦，这咱大家看头前，这么贵啊，这个故事虽然还有点。迄个背景，耶稣要第二个爱啊，爱随行随传啊。
你无会得投你去啦，因为你把这物件甲今仔日科比，小可同款同款，科比哦，大卷发，雅斯伯格症候群，也 IQ 184，仅次于贾伯斯153，仅次于爱因斯坦157。IQ 哪管的啦哦？没有，你会分天线兵，哎，你会了了讲第几层？加上你的聊天，跟摩门教信徒同款，摩门教大家先两个人在拢家己咧，去甲大庄小学，正是一般道理，因为伊怀做天，伊边个边个做天，伊来听摩门教，做着你也传教书，迄个你传教书第一个兵，你就能做天，因为伊当做天是大人开人嘛，像做天是小孩吗？张医师他师傅哦，天天在专工去画太平轮。就是怎样，我这节课他专门听话了，出台给你就是怎样，出台奇迹有看的举手，很少哦，出台奇迹可以看看哦，以第一个说诺阿的方舟，诺阿一代主的故事，你看看过了哦，我们跟美国阿哥不告诉，因为这个是爱丽玛就把它做起，或者出台给你的奇迹，然后倒回来就把它回到啊，所以你爱听哪一个啦？吼，白话叫人在讲怎样，但是属实你讲的事实吼，我那讲还有告诉他，我很平常做人做震撼，啊嘛叫何以变成以前无为安排，可以呢？刚刚滚龙这样变成很奇怪吼，哦，以前那个时候，以前那个时候，那个池塘里很笑的吼，故意弄鬼女的，所以现在厉害，厉害，有时候现场怎么造，造不了一条海啸。还像别的都跟来哟，然后还引话哦，啊，这个都够看有比那里看够他的该线环来诠释，不用时代出来一个告诉。接下来怎样？放药药，包括放太平轮，太平轮这里告诉几代主啊？一代主就是来多罗拉的席享会，招待大家去参观。一代主领导五小 S， 嘿。康熙来了，表演了那蔡康永，哦，哎，有大把东西在教来的哈、哦。蔡康永也爸爸，你小孩就有书，现在重新跑李昌钰博士，这个世界级的建筑专家，李昌钰博士爸爸，现在好起来，拢坐李代尊，而且化真侪财产研究，因为是李代尊，钱已经是用大资来对。哦，出口就是5,570,000在三天就是一个重要。啊，家己阿计条都无同啊，所以规用金条。啊啦，有金条啦，金条有保值。哦，会使甲币值一挂啊，比如说通货膨胀，我金条计算都是对一挂。所以你看好个人，拢是用金条来换重要，换了重要，但是先不挂太侪金银财宝，你找准的是最好。行一路用咱讲法，所以来做暗时啊，透早的时阵，电费拢系开嘅。电费拢开嘅时，然后发火对无？我发火，其他就雷达吼，看人厉害。哇，那台风，暗妈妈命，出炮有偌贵啊？叫一台船用，拢一个贵台拢用，跳船中央银行，足济行货资料。伫撤退时阵，拢装伫内底，把拢卖。西乡无所，当然讲旧观念，所以旧观念，你讲观这里的树哦，那个产业贵，哎呀，所以就在我们当地带来的，最好带来的东西，去谈这个时候，谈谈商学，哦，要做发展专家哦，做起来做怎么样？唱出一个航空母舰的话，那都是容易，我很不往这的哦，但哎呀。主播站转州出上的个玉，啊，刚才有说那是 China 哥实际哈 ，China 去澳洲拢行台湾的，所以想嘛，是十六世纪前回来，回来做咩？然后再来做咩台湾？就是这样子讲，这个所在是一个要变的所在，哦，所以你这里有功用，有足侪无办法的变数，也是来放压缩，伊把这些传的。带你行的路径是安怎行？都话咱是先着在内底哦，实在是拢有读到向主的故事，向主的故事内底
甲咱讲较清楚。哦，你甲看，伫咱个圣经十，算系十十三页啦吼。十三页啊，遐耶稣做十二个学生哦，去跑去去外邦个路，你无行哦。哦，外邦个路无行就是啥？无甲歹人行做伙啦吼。诶，啊，比如说撒玛利亚人个城，你若无撒玛利亚是外邦人吼。你要再犯罪拜偶像，你又唔好去。如果欧以色列去，以色列人家去，哦，只要以色列人虽然做得好，虽然是要再也是用摩西的话，以色列显出还有是买去拜金牛同款哦，会得是。但是至少你要以为犯罪，你要以为活倒转来吼。啊，虽行虽传，讲骗过去了。我国的背景，就是这段的背景。伫个时阵，有一班尼禄王子，伊也伊都无爱甲烧，甚至包包低的，嘛是迄伫个西夏内底用西瓜来食。像用其他其他做条件提高，较矮，较无啦吼，其他较无啦，其他是讲用钱来甲你维修你的心。哦，用钱来预算，用钱来影响着政治，所以咱算出来，朱立伦新人啊，中国党的党主席，伊的目标就是叫做党产归零。党产归零什么意思？就是我爱用钱过来去做歹代志，因为即届九合一选举的时代较侪，一定甲这个钱互伊塞钱啊吼，使用钱。塞钱，你违背着正义，违背着公平，你只有违背一时的官司，甚至现在的官杀勾结，对吧？你若跟你做朋友的人，跟你徛来的人，拢是遐黄顶商人，黄顶商人做侪人是干哪几家的？连贵家也是，连大通、大通，是咱家的大通也是，伊靠谁有钱？哎呦，塞鬼下无啦，死鬼下无。有钱会用塞鬼的鬼的这下无，下迄个做吼来做鬼做迄个啥的。哇，这种力量之大，大啊！每一个新人都出现，对比方又开始一直在电话当中当很惨，要归零。当这句话是不对的，不当的当惨，这才是归零。有正当的。你对以前中国带来，像蔡康永一刀，好给人带来，像李昌钰博士，伊遐爱讲，然后遐讲出，遐好给人带来，你当然会有啊，你未使讲提无伊。但是啊，对日本诶出事会社，日本的银行，日本企业银行，日本可能带来的财产，摕到遐来上面，这个国家不是上面个人的，反是上面国牌的，这块你会使讲会清楚吗？所以。咱虽然无亲像去往迄个西夏内底叫西家，咱虽然无叫大火烧叫尼禄皇帝也很欢喜，但是咱所做有诶，迄个历史改变，我相信耶稣无耶稣比赛。哦，耶稣对遮人心灵得到救，伊知我世间绝对无法度得到即款诶光明对待，所以伫世间你有法度创啥？想给耶稣三字经嘛吼，啊个。对对哦，泰国像泰国是足大个病，来个三病哦，啊，即摆嘛真难个，即摆泰国病最主要一二十年食药调药啊，四合一甲结合病，还比较容易解决，足忝个忝哦，所以到到第八集，耶稣腰大个地方大金钱当钱哦，即无赚钱的先生呢，意思讲钱好就好啦，哦，啊讲没有钱万万不能。啊，没有错啊，不是，你有钱你会做坏事，不好不路，所以你给我卖化名钱啊，当然后就是我带口袋，口袋等于啥？就是你的 purse， 就是你的，我说啥 ？wallet， 那等于讲我说皮包啦，你不用钱的皮包啦吼，我来这款是要来支票，是迄，迄个做啥？来讲啊，做官资还是讲讲股票吼？只要巧对，你就使随便查哦，没经过什么跨跨文哦，就使查哦。你看，遐大个物件，摸摸，因为你大个就叫遮啦，叫遮物件，遐细小物件，
看过，嘛好带两件的挂饰，嘛好带鞋啊、钢管啊。我不是讲拢无带，穿起就好啦。你行去我的倒落，哦，出来变，因为你比较好做工人，你比较好一个主人，一定会互你食到饱，困到饱。你的主人本来来公平对待，到底你共做工的工人，无得吃，无得穿，无得用，不应该。所以要从你开始求一个社会公平，要从你开始去求用，当接下来要求爱护这个剩下人，赶快开始生活哦。你无论做一个啥，做一个穿，都爱怕探听哦。现在很多人做引导。你啊，带着英语哦，读书引导话片；你带着工作用读书引导话片；你千万莫去带着红笔三人引导书引导一个月哦。啊，今日早时阵来清理啊，哦，啊，不过来就处理。迄个囡仔配得平安，恁所求的平安就要留到遐。那不配哦，恁所求的平安要不给你。所以今日我有一个好习惯，记住拿着平安有无？哦，平安意思，你甲派人讲平安，伊若买足少，迄个平安也归你。你看即款偌尔好诶，福音，你再正福音吼，所以他们一心咧归对主，迄个福音就是互你真正天国伫你诶心内底啦。天国毋是讲在古早班，来甲死后甲天国走，我遐想落。伫即个世间，伫即个无有道理的世间，你来修复这个世间的正义，这个世间的制度，不管你社会主义、自由主义、真正还好，无大家拢强这个财产，系我嘛好，也是听我嘴讲。哦，习近平就把你聊，那我讲话，哦，我开来咧，金条的贪污还有拢聊，起码会亲自投头就聊。现在哦，现在这个 FBI 哦，你看做这个，伊嘛叫做来讲，伊讲伊讲是真啦吼，但伊讲这个制度，咱慢慢一点提醒我，我就干脆就用打我无好哦。迄个时阵，咱也叫现在，伊叫我数。美国发台湾一个叫做台一样，我们台湾一个叫做协防啦。哦，美国发用，我看都在放在美国。叫做中美协防，协防条例到底讲点啥意思？你别再好好大陆哦，你看啊，1954年都知啊，到啊1958年8月3号战时，两国的军兵嘛是安尼哦，你只能进门打仗，派越南的美国炸弹飞机怕处遥远，用米格机啊底下打，这样呢？要出的飞机到台湾来往，咱台湾飞机到在半夜来上海、甲北京拢会使。接下来几天呢？迄个时阵的中国、美国，美国我讲叫你讲，过来这炸弹都拢拍，拍到尾啊，你外国啊、外国炮去甲你拍赢啊，这里打开了，会使过来闹。哦，所以要出真正领导人，下面有电影界、政治人物拢知影，会使讲反攻大陆。但是伊那吼，继续打的，配合最平安的台风，啊，有关来哦。中国军跟台湾军都是对吧？共产军跟台湾的军都是中国军吼。大家巴滴巴滴，大家啊，佮偏偏佮两观众看到的肺炎，那肺炎哪来的啊？啊，你讲你讲拢，大家拢啊，兵戎交错，啊，底下在那开防护学校、防学会啊。啊，讲加大咧，太平轮，迄个故事我讲师傅听看，才知哦。迄个时阵，真正中国党大到大到过，人共产党吼，这家都属于啊，边境间啊，村庄啊，伊人加来咧，人到来加啊，有一句话讲，人还是咩，人嗲厝嗲，加啊嗲到无半只，真正咧哦，人共产党规定袂使，你去到遐。人家第一给你啉，第二给你吃，但是你先要亲门打哦，哇！啊，这块嘞，这块嘞，无同款嘞，相反处理，无再做个结婚嘞，有遐个嘛，这个呀，最后也更难得过生日，哦，所以这三个样子，这就嘛是无理由啦，因为实在是乱黑表哦，做行政院长，做财政部长，钱花花拢走去哦，你想这干干部，啊，人家在骗人，你哪骗？哦，我细汉时拢是把国看作杀猪拔毛，
原来这帮解密啊，拢总免讲遐好笑话。咱今爱是啥？你甲你的主人大笑，每一个工人拢去着应该有的工资。你免阁带遐个其他物件，伫这个国家内底，税务提好遐个税务钱，都是你用遮省下来，家己方便来使用。我希望大家各方面有利，将来该有啊。哦，出外话会使有，啊，咱的迄款派遣工，迄款无法度直接互人食到，我拜托四处名额。再全部遐人安尼食，甲丢水水，即个科技了了到，就是三个哇，四大工作的遐建商，拢总是建商搞的。伊讲，哦，法律看开拢对呢，科技看开法律拢对，啊，结果拢对，法律无法度应该惩罚，巨大区别拢会使个罚，甚至。建商集团啊，我来去，大家直接还讲做伊了，啊，这样足无公平的契约，但是我变，你做的大事内底，你早知道就是叫大家嘛，得行一心一意在做啊，但是你行是一个无公平建立，你绝对是歪错，当然你就要做的，哦，咱讲伊如何讨厌，要做的，如何好的讨厌，这一点啦。哦，咱去讲迄个监管道歉，你都要监管一些。所以虽然说伊清采伊的题目，伊来就是要共人的贪婪，要用伊的死来让遐人切慕，嘛要用伊的死的话来洗掉咱所有的罪过。今日教育会嘛有几项要变成钱。以前你知哦，夏威夷岛或者三明治岛、三明治群岛，就是颠倒的。航海家库克船长给你快点点啊，叫你做其他的老百姓哦，你给他去好一起一起去办点来去。一百六十年掏出来 X 光机开始也在地区上啊， X 光你不知道 X 的不知道很多不知道 X 的哦，你不知道因为你如果换我恰恰哎哦，我的不考虑啊，你也理啊，还是这样理啊，我还是给他去请后台湾1964年地壳的地震大哦，足大地壳吼，把它捏，哇，死几百人。但是日本在那里，迄个中间也阪神地震，现死6400人，重伤的无死的，还佫咧流的，今仔日其他化石3-4万人，就来讲今仔日有发生这个要变的大事。1991年，老布希发动沙漠战争、沙漠风暴，伊拉克盖始拍哦，开始拍。汉城哦，他讲汉城来讲，我是汉国的，我来拍，我是汉哦，所以叫做首尔，那是几个风波年哦。啊，伫伊拉克应该嘛是那个周杰伦的生日，哦，伊讲伊拉克结婚，我不了多好笑的。印尼跟别人讲，到我们来的，哎，伊是咱。真理大学哦，牛津也是经马家艺术设立的，也读到伊老爸哦，啊伊在迄个昆明对无？伊今年已经比较注册结婚啦，啊来台湾是干啦，干啦鼓浪一下啊，熟悉已经哦结婚啦，就这嘛是出名的一个哦，比较神奇的人，麻烦大家知影。啊，伫个张生日有一个，叫做啊中国的迄、那个。赵子阳，哦，因为叫那个，因为些中年不要办，用黄金有在交，他发现有数天了，啊，去叫个电话先，你阿姨白锅造饭，底下老塞打电话，各位同学，你们回去吧，这个国家的大事交给赵伯伯，老塞老板，这里好的中意，老塞老板就是有温情主义，你看没有？要不然来关，关人家赵明杰的，你来。哎，自杀的吼，是啊，十年的医疗费，有人有足多人，家己啊来吊唁，无阿哥无人家己，但是即摆咱希望即个习近平有通做出来，王永庆今仔日的成绩，但是已经死了，全国化今仔日的成绩，唔系用贵哦嘛吼，所以咱人人生带来的意义，仅仅到处都是，冇出息就是，你唔知，你无法度知，咱完全来交通住。所以主要说我们的大部分都是乱世来的正义的来的以后那站出来以及的做那个人的哦他是要做世界的哦以及的做蛋所有人性中你的心灵的天空来的也
爱做主的哦，咱一定爱安排一心一意地主的，三百零多。谢谢妹，我感谢你。真侪代志我唔捌，但是主，你通过圣经，我知捌真侪。主，我有罪性，所以我看不清楚。但是主，你一定要叫人所祈祷，你能真灵性，我信。我们欢迎人真正来灵魂的过往，我找到个特点来敬拜主，主崇拜人。我那里想感谢，我是温柔一路，拢是做主先。感谢主啊！
他是我们中山医学大学的学弟的哈，他我很钦佩他，他因为他几乎每年都有去那个三地义诊，我第一次见到他是2023那时候是STAR担任3460地区总监的时候，我们有办一个那个东埔的那个义诊。那时候才知道，才认识张医师哈。张医师哈，他，真的是他的服务精神，真的是让我们非常钦佩的哈。因为都是亲手的服务哈。他的资历，我们这个周报这边写得很详细哈。今天很高兴能够邀请到他来参加我们的例会，然后担任我们的主讲者哈。他们的舍友就是 Juice 哈，那个。香吉士就是哈，他曾经来我们社里演讲过一两次嘛哈，都是谈他去那个游轮的事情哈。所以说我们这个是你们社第二个来我们仪征社的，所以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的张医师哈。好，我们再欢迎有色社友哥，然后我们的医生起立。
我们今天的主讲者也是我们大同社的 PP Pass， 还有我们今天好像有来一位来宾哈，还有各位社友，大家午安，大家好。好。啊，其实咯吼，讲真啊吼，已经咱真久无讲哦。我本来想讲，今仔日是恁会来讲，恁讲啊，介久无讲哦，煞袂晓讲起啦。啊，可能我这个 IPP 哦吼，语料较短，啊，都会记得安怎讲真啊啦吼。那咱元月十五号有办一个休闲活动哦，啊，真遗憾，因为去出国啊，所以无通好甲各位舍友同游吼。啊，但是我今仔日嘛是爱代表咱诶社长，甲咱诶休闲组委罗克斯吼，做一个感谢个。罗克斯嘛很真用心啊，所以参加的人数也蛮多的吼。啊，我今仔日个有看到讲，咱这个感谢感谢衷心感谢你哦，内底哦吼。第三页有足侪感谢啊吼，加麻烦咱写又大家看一下，我若一要念可能咯吼，会占用咱今仔日主讲者真侪时间吼，啊所以在座的会代表咱写长来感谢各位写长，谢谢。好，我们请社员主委报告。哎，目前没事，把时间留给我们。好专心的、哦，那大家都要把那个时间留给我们的我们讲师。那我们接下来就是秘书报告。各位午安哈、哦，我们一月二十四号的礼拜六下午两点，李边他的公公过世哈、哦、啊，他那天会举行告别式啊。两点的话，大家可能再邀约一下哈啊，我们家穿社长送的制服来跟他粘像一下哈。我原本一月二十七礼拜二要召开第978次的例会啊，要配合南区社受证联合例变成联合例会这样子，所以我们一月二十七没有开会啊，没有开会，所以当天的话。也合唱团也停练一次这样子，然后一月三十一是五点半注册联谊，六点鸣钟开会在友园餐厅啊，请大家再穿制服一起。然后二月一号要去令前社长的公馆，要扩大无边啊，请大家在。下午三点半就可以了啦，就可以一起过去了。啊，五点半还是我们请 Ken？ 哎，不是，等一下，先一下哈。然后二月三号有召开第979次的例会，然后二月五号要召开三月份的理事会，啊、请各位理事再留意一下，十二点在五谷五味啊，吃完饭请大家再到保龄球场打球。下午两点半到三点半，然后二月十九是大年初一，十点到十一点半在新天地餐厅有一个新春团拜。啊，然后武林农场是三月三号到三月四号，那请大家留意一下。好，谢谢。好，那我们接下来就要欢迎我们的那个讲师哈、哦，我们今天是台中裕民诊所的那个张院长哈、哦，要跟我们分享。台湾的血脉，那我们现在是不是以我们宜征最宜征我们最热烈的掌声来欢迎我们的那个张院长？我自己可以吗 ？OK。把灯关掉。啊，各位热社诶，遮个先拜吼，啊，我代表台东社先甲大家致意，感谢今日我有机会吼。来遮讲足轻松诶，我伫台东社一定要用英语讲啦吼，英文是啊，所以哦，大家拢顶架咧吼。虽然有咧过，但是嘛是爱足辛苦吼。啊，本来吼，我是跟 PDG Star 甲恁诶学弟啦，但是我。
医学博士班的是变成做 star 的，也有做学长的，哇，足欢喜的啦！哎，阿爷在讲我是安怎大家先看这张哦，这就是林义雄啦吼，啊，这高世界教授，啊，这是十几年前啊，就刚要做那去东埔义诊那个年代，啊，这后边吼有一个台湾的地图，哦，就是台湾论坛，啊，这台湾论坛吼，我要做有主持电台的节目，啊，电台的节目互人可以。哦，你知考验的时拢会使落位的吼，啊，请这大师来，搁较需要认真。啊，阮迄个电台，即马虽然暂时无存在啦，已经抄起来啦。即马你听的就是迄个叫做关怀之声，我搁伫迄个九千六，要搞迄个电台吼。本来伫建国会拢阿搁咧做节目，但是吼，你要知影，大环境不允许啦。阮迄个主持人林明正、林明正名叫。无钱头买是无安怎填掉，无即爿填有。啊，阮搁一个号做万春风广播电台，马上从阮设立个，阮甲迄个说 PDG Star 的学长第一届中坤锦医师吼，设立迄个万春风。